下面，您现场相声《黄鹤楼》，演者马修胜、申李元。给您换一个，刚才是我们一个老师。这样啊，对了，是我们一个老师哥，嗯，姓赵啊，叫赵云霞，是啊，来的年头已经不少。长时间了，有小二十年了，差不多啊。我师哥刚来的时候啊，啊，才这么高。那现在呢？该这么高了，都不如之前了，累的哦，都累抽抽了。是，嗯，里边这捧哏的也是师哥，嗯，姓董的，叫董九立，哎，立哥，哎，你看这师哥们呢，来的都早，嗯啊，经过多年的舞台上的磨练，哦，打拼，嗯，有好些个都已经成名成腕，嗯，都是这个。比较有名的演员是，你看这个云字哥的有这个岳云鹏哦，张云雷，哎，嗯，陶云胜，嗯，关云长，李云龙，这俩也是师哥呀，这俩都不是这都，嗯，下边就是贺字儿的了，嗯，贺字儿的这个孟鹤堂，哦，张鹤伦，对，郎鹤炎，有，严鹤祥，是。玄鹤门，黄鹤楼，这俩是烟，哎，还有一个是节目呢。完了没词儿了。啊，这个鹤字儿，那别打断我啊，鹤字儿下边就九字儿的了。啊，九字儿刚才有董九立，啊，后边还有高九成，是，还有搭档叫张九南，对，啊，还有一个叫夏九流。咱说名字啊，别聊地位啊，哪有地位，哪有下九流啊，下九流是个什么地位，下九流还有地位吗？不怎么样的地位，不怎么样的地位。 嗯， 嗯，你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一科叫肖子科，对啊，可能大伙呢也不认识我们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嗯，学生姓马呀，叫马肖胜啊，是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。好，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极不情愿还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挑人家的，我没挑，我说的是一个事实。挑了吗？鼓掌。我这么说了吗？你这样怎么说？哎，人一般主流这么要掌声，知道吗？这个我们不是说跟各位要掌声，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一下这种状态啊。听相声呢，我们要的是一种状态。哎，说相声要的也是一种状态。嗯，花钱找乐来的嘛，是对吧？您花钱到这儿寻欢作乐，是吧？我们不能这么说啊，寻找欢乐啊，寻找欢乐，寻找欢乐，那比我的差不多了，差远了，差哪儿呢？方式不同，一个是精神上的愉悦，一个是身体上的享受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有趣呀！我的天，不能瞎说。这一礼拜没跟你搭档，你就学着这两句浪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浪词啊，这是事实。事实啊，来这儿寻欢作乐来的，寻找欢乐，是寻找欢乐来的啊。这个您各位都不是白来，嗯，都得花钱买票进来。对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咱甭说多少钱，嗯啊，比方说100块钱。你要100块钱坐在底下，今儿这一晚上你一乐都不乐，哦，这100块钱各位可就白花，亏了，对吧？哎，有的观众听劝，他让我乐我就乐吧，嗯，一晚上呢乐了一回，就乐一回，那您琢磨您乐的这个成本是不是太高了？那是啊，100块钱一回啊，你往底下一坐，啊啊，这么乐呀？100块钱没有了。多么可怕的事儿！那是，这就是您各位有钱呐。啊，我要坐底下，我把我嘴缝上，缝上乐不起。哦，哎，真乐不起。你要多乐呢，乐10回，哦，就不一样了。是啊，活10块钱一回，嗯，价格就下降，成本就低了。哎，乐100回，合1块钱一回，这更低了。乐1000回，这个合1毛钱一回。哦。乐1万回啊，就他妈乐死了。没有乐1万回的，就说呢，希望您呢坐这儿您就乐，但是呢也是该乐的时候，对对吧？该乐的时候呢您就乐，嗯啊，该鼓掌的时候呢您就鼓掌，啊。您这掌声要的一点痕迹都没有，没有痕迹。
那就值得你多学习。我还学习这个，值得你多学习，就学习要掌声。怎么了？废话，有学这个的吗？学习什么呀？学习通过语言把大伙儿逗乐了，自发的鼓掌，你不能弄药啊。通过语言把大伙逗乐了，哎，哎呀，这种功能你哪学得会呀？是吧？你多少年都学不会这个，嗯啊，你这样吧，你我是要的掌声，啊，对吧？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啊，你不信你介绍介绍，你还不要掌声，估计，更水，不可能，哎呀，还不还不不可能啊？那你来来一下，哎，还老笑着，憋着了是吧？我介绍完我的名字，大伙肯定鼓掌。要是有一个不鼓掌怎么办？不鼓掌的，刚才没介绍呢。没介绍，鼓掌不算啊。行，我介绍肯定鼓掌。介绍肯定鼓掌。对了，要有一个不鼓掌的。有不鼓掌的啊，我死这儿。好，你来吧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申礼元。好。鼓掌吧，鼓掌。今天你是在劫难逃了，先生，我非得死这儿。哎，因为自打他一说完这个话，嗯，我就开始了，因为我站这边嘛，我就在这半场我就开始砸，我就开始看。哎，我就看那大姐已经睡着了，据说醒了，啊，他就没鼓掌。来吧，你选一个死的方式，我行吗？我真死是吧？哎，现在你已经快死了，那不行，已经被臊死了。啊，那得说完相声再死啊！啊，说完相声再死，说完这段儿，说完这段可能有观众得有死的心都有。啊，你说相声说多少年了？说了五年了。说了五年了。嗯，说了五年了，各位说的不算长。哦，但是也不短了。是，跟我比你稍微短一点。哦，啊，我说了得有十年的相声。哦，这么长时间了。但是我自认为啊，嗯，我这个相声啊，还说的不好。您谦虚呢？不是谦虚。啊啊，这是有比较的，嗯啊，有比较的，咱也不说拿那些师哥们比，哦，就拿我个个儿比吧，啊，个个儿，对，你自个儿，对，我自个儿就是我自己啊，对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嗯啊，我有别的艺术形式呢，哎，比这相声还要高，因为比那个学的年头呢更多。别的艺术形式是什么呀？啊，别的艺术形式是哪个艺术形式？戏。哦，您之前唱戏？哎，我是一个戏子，嗯，之前是个戏子。多难听啊！怎么会难听呢？在旧社会，这属于蔑称，什么都不懂，戏子不懂吗？不明白。老话说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的就是咱们俩。我是戏子，啊，你也是婊子。嘿，那叫戏曲演员啊，戏曲演员。嗯，演员这两个字太神圣了，我还是担当不起的。那您是艺术家，这您担当得起？哎，我担当起艺术家呀。您是戏曲艺术家，哎，是吧？对了，对了。那问问您，说您唱哪个剧种？什么？唱哪个剧种？哎，我没碰上过剧种，我就碰上你这样的定种。我怎么就硬了？这不问您是唱哪个剧种的？什么叫剧种啊？剧种就是您唱。这哪个呀？什么哪个呀？剧种你不明白吗？这京剧、评戏、豫剧、吕剧、黄梅戏这些个剧种，您是唱哪个？我都行，都会呀、啊，全能。那得有个擅长。你知道这个铁人三项吗？知道啊，那我也行。啊，那是全能。哎，全能。那您得有个最擅长的。最擅长的，哎，就是台上逗你玩，逗你玩。那叫什么本事啊？怎么不叫本事啊？是个人都能逗我玩，是吗？哎，啊，这么逗？哎，怎么逗？我说这个剧种里头，您最擅长的，最擅长的，我最擅长的呀，啊，是这个山西梆子，啊，山西梆子我是最擅长，你懂吗？山西梆子？山西梆子我听得少。听得少啊，真听得少，听得少，那我就这最擅长了，啊，我最擅长，擅长这个，哎，对，你擅这我没了解过呀，那你聊一个，就是你还想了解的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您还擅长的啊，我还听过的，特别熟悉的，咱、啊、聊一个。那你先说你听过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听过的，山西梆子你没听过？没听过，对不对呀？湘西梆子听过吗？湘西
陕西梆子听过吗？湘西那不是赶尸的吗？哎，对，对，我这个擅长的呀、嗯，你擅长的啊，你还有擅长的呢？对，都常听的、熟悉的，就是提不上，是不是？不擅长的，能唱两句的哦，还能唱两句的。我想想啊、哦，这个哎，嗯，京剧，嚯、哦，嗯，你还会京剧了？是啊，啊、哦，这个您擅长吗？也行，哎，也可以，可以，那太好了。您擅长哪个剧种？我有点懵了啊！我得问，我不知道主持人应该听明白。不用懵啊，不用懵啊，就是您唱哪个行当啊？哦，就是你想问行当啊？对对，想问行当，行当啊，都有什么行当？行当太多了啊！生旦净末丑，生旦净末丑，这全是行当吗？对呀。啊，那个末是哪一行啊？末现在是没有了啊，过去有啊，过去有。哎，那我唱末吧啊，那个我最喜欢就是老末。啊，要我吃鱼我就找他啊，找莫我想吃鱼了。莫是个行当啊，您到底是唱哪个？全行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行啊，啊今天哎这机会赶上了，咱们俩合作唱一回戏，大伙欢迎不欢迎？人家这个掌声啊，要的就没有痕迹，是吧？哎，真没有痕迹，这替你要的吗？我没想要啊，关键是您展示啊。您是艺术家呀，关键看您替您要的掌声啊！我没说想展示，我站着我说我要唱戏了啊！我说我没有啊，是你说哎，今天机会不错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机会不错，就是跟您一块儿合作啊。您是艺术家啊，我是爱好者啊，这个机会特别的好，咱俩合作唱一回、啊。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机会啊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。怎么都是灾难？这么些好朋友，因为我是艺术家啊，你只是一个嫖友。对吧？嫖友就是你不专职干这个，票友。对对对，你是一个票，你只是一个票，说清楚啊，对吧？反正就是爱好者啊。今天跟您学习，别你教教我，你别学，别学。为什么？我会的戏呀、啊，我挑出一个来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哦，对不对？我挑一出啊，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哎，你会吗？这我不会。再挑一个寡妇放荡的一夜。这俩都不会，但我想知道内容。内容不能当着这个这么些人告诉你啊，还不能说。哎，多谢谢，都一个翻版的能行吗？哎，啊，但您这个会的太多。哎，我挑戏吧，我就会这俩，他会太多。啊，你挑吧，您会这啊，来吧啊。咱来一回黄鹤楼。哦，黄窝头。黄窝头啊，我有俩就够，因为现在我正减脂。淡水蘸，蛋炒饭，三气周瑜，三条鳌鱼，刘备过江，烙饼两张，张飞闯帐，小坑蘸酱，外边吃去，外边吃去容易呛风啊，呛风之后没跟你聊吃饭这事儿啊，你放屁等等的，咱说的是黄鹤楼。黄鹤楼这不在霍子科那诗歌吗？黄鹤楼没有这诗歌呀，没有这诗歌。黄鹤楼戏，他把这诗歌给捋了，我啊，压根就没有。黄鹤楼是戏名啊，啊，戏名啊，你会吗？我当然会了，你会就行啊，对吧？那您会不会？你看这话问的，啊、你这话问的就知左右开弓四百个大腿，我得多遭恨呢。我是的艺术家呀。对了，您是艺术家，对，肯定会呀、啊。我之前都是泰斗的。我今天是艺术家哦，您还降级了？对，哦，行，您肯定是会。对，咱俩就合作唱一回。好，咱们是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。对啊，你看，要不唱的话，怎么就杯子摔了？那你甭管人家，嗯，不唱当间像话？唱哪儿啊？就得唱当间，唱当间。刘备过江开始，啊、张飞闯帐结束。哦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您说，这曹操什么时候上场啊？啊，黄鹤楼啊，哪有曹操啊、哦？没有，那黄鹤什么时候上场啊？哪有这人啊？怎么没有这人呢？黄鹤欠了多少个亿，带着小姨子跑了，那黄鹤你不知道？家里没这人，没有名气的一个演员，黄鹤楼这出戏里头啊，没有那几个人，都没有，没有，那都有谁呢？三个人物，咱们分一分啊、哦。我刘备，那我刘柱子，啊、嗯，冰箱给你呀、啊，彩电我留着，是吧？这个微波炉给你，然后呢，空调我留着，然后电热毯给你啊，凉席呢我留着。啊，棉被给你，让他下凉被啊，你离婚来了、哎、啊！最可气的，凉的东西都归你了啊，热的都归我了啊！这夏天我要那么些热的干什么用啊？就暖和，留着冬天使啊。我现在还不能用啊！不是说刘备我啊？你说的是刘备，刘皇叔。
你留那个干嘛呀？留哪个了？我给你个网站吧。啊，什么叫网站？我不明白了，就是大汉皇叔。还留大汉呢？留大汉了啊！刘备、刘玄德啊，小刘，哎，小刘，小刘，刘备、刘玄德，哎，说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他有个兄弟叫张飞、张翼德，哎，这是三弟呀、啊，哎、嗯，还有一个兄弟呢叫曹操、曹孟德，他们都是德字儿，没关系啊，他们都是德字儿的啊，跟师傅一样，德字儿，师傅也德字儿，不就是刘备、刘玄德啊？这个是我来，说半天还你呢、啊。多新鲜呢！啊、哦，我说了我刘备嘛。哦，好，对对对，你刘备吧。您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好，诸葛亮也是个好人。嗯啊，诸葛亮是个正面角色。哎，这是蜀国的军师啊。是啊，卧龙凤雏，得一可得天下。哎啊，他得了是卧龙，对，是吧？然后没有得天下。哎啊，没有得天下。我来这个卧龙吧。啊，是是吧？诸葛亮就是卧龙嘛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来卧龙。嗯，完了，完了。交代一下，什么？我后赶一张飞。好，我来杯咖啡。哎啊，咖啡，星巴克就可以啊。实在不行的，张飞咖啡伴侣你有吗？谁跟你聊咖啡了？张飞、张翼德呀。张翼德，三弟嘛。对，我后赶这个。哎，对，这是三国里边的三个德国人。哎啊，反正就德国人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刘玄德呀。啊，还有这个张翼德呀，还有这个曹孟德嘛，这三个德国人。啊、没有曹孟德啊。不演曹孟德，我没说这里演曹孟德啊，我说三国里边有三个德国人，是三个德，那也不是德国人，不是德国人，人家是中国人，不会中国人，就是中国人。你看曹孟德，嗯，曹孟德，曹操做梦都想回到德国，为什么他不去英国，不去法国？嗯，老家是德国，哦，他是德国人，嗯，哎，对了。您那张飞啊，张飞叫张翼德啊，翼呀、啊，就是翅膀啊。明白吗？嗯，翅膀上就说张飞，就想插上翅膀飞向德国，啊、就想去那儿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老家是德国。哦，哎，还有一个刘备啊，刘玄德。刘玄德，嗯，就说刘备呢，他可能是个混血儿。混血。哎，你看刘玄德，他到底是不是德国人呢？啊，还悬着呢。哎，这叫刘玄德。哎，刘玄德，这是三个德国人。你研究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，你逗着你玩吧。你看我乐了，你不乐呀？啊，还不如观众买账。关键是我听会啊，就说这个角色喝完了啊，喝完了，然后搭一搭桌子。我想跟来一没听过的行吗？哎，我基本都听，基本都听啊。搭一搭桌子，搭桌子啊，你自个儿搭吧。我自己搭啊，这没听过吧？来自个儿搭，我还得自己。哎，你自个儿搭。哎，对了。啊，您看这桌子搭的可以吗？不太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偏台了，第二个呢，你这个前台有点短。嗯，要不怎么人家是专业？哎，对了，艺术家呀，还专业，我是艺术家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艺术家、哎、啊。今天呢，啊，艺术家啊，看这个行不行？这偏台了呢，告诉你，又偏台了，你得往这边来了呀，还得往这儿来，多新鲜，凉快怎么？不往后平移嘛？啊，哎，这行不行？哎，对了，然后唱戏呢，基本呢还需要一把椅子，哎、这个椅子呢也是你去搬去吧，啊，没问题，哎，去搬去吧，艺术家，哎，好嘞，这个我这师弟呀、啊、特别的好，人性特别的好，你看这么着，您看着不着急啊？这要师哥高一声，早就抽我了。知道吗？哎，不着急，又搬了一把凳子，然后咱们就开始，开始，哎，开始，把这个寿衣呀、啊，你给我穿上，是吧？我穿上寿衣之后呢，哎，现在就死，哎，然后呢，你把幡扛起来，啊，我是你儿子是吗？你看，你少跟我套近乎，我这是套近乎，你怎么还要寿衣呀、啊？寿衣唱戏穿的肥肥大大，花花绿绿，这儿有一个大煎饼，嗯，绣着一个大鸵鸟，带着一个大游泳圈。看去，去别去了，还游泳圈。哎，您说那叫行头，对，行头。啊，我说行头，我怕你不懂。不是你吓我一跳，跳起来了吗？我不想跳，为什么呢？我累得哈，累得哈。对，我折腾你，能不累得慌吗？这个没有，咱就素身唱，素身唱。哎，不穿了啊。这个不穿了，看你有点特别的热，你知道吗？您让去啊！啊，你真脱呀你？啊。不真脱，顶多脱俩头儿。你赶紧系上吧。素身上不是不穿了？那个素嘛，素就是没有啊，各位。素就是没有。对，那素包子就是馒头。你都
没有了。啊，素身唱就是穿这身代替了。代替了。啊，乐队有吗？乐队也没有。乐队没有怎么办呢？拿嘴学。拿嘴代替了。哎，您上场我打家伙。啊，我上场您打家伙。哦。哎，咱就归后台了。归后台了。归后台。啊，好。我上场您打家伙。啊，我打架。拿家伙。拿家伙。拿家伙。出来出来。哦，打家伙就干喊打家伙呀，他带调的。打家伙，大家打家伙，打家伙想抽你啊！打小锣啊！哦，打小锣啊！哎，对呀、啊，就十分钟了。小锣，小锣哎，还老锣呢？老锣，说谁有谁 ？C 锣，出来！我那耳朵，赶紧出来！打小锣你干喊打小锣啊，打响了得，让我打贼不完了吗？哎，嗯，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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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山了。哎呀，你这做的很不标准啊，为什么要都放在前面？一个前面一个后边啊，得得起这不就起尖了吗？行了行了，气死我了。咱们唱戏啊，不是小和尚下山，戏里边也有小和尚下山的。这出戏里没有，这出戏里没有啊。下一个呀，现加呀，刘备骑着小和尚下山。好，您这打杂会，哎，打杂会不行，那就不行。到这儿一凑袖，您就打住了。啊，我就打住了。来。哼哼，来来啊，打住了。哎，还没透气。哎，是亲他吗？亲谁呀？谁让你亲人家了？冲你努嘴的，让你跟我一块儿出来。好，一块儿出来啊！出来了，来吧，这就出来了，这就出来了。啊，先生啊，太太，太太，他俩是一对儿。我也头痒了，知道吗？不是啊，你不能叫我太太啊，娘们儿，娘们儿也不行啊，糟糠。哎，我们家里那口。你什么都会、啊、对，什么事什么都会，主公就是不会唱戏，主公主公主公来吧。啊，先生啊，之公，东吴国将之时你把孤害苦了，你亏心不亏心、啊、你亏心不亏心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害你了？我还给你害哭了。我害苦了，那要害眼泪，连了眼泪都没有，害苦了，害苦了。我尝尝，哎，这是苦的吗？什么叫苦了啊？不是你害的我，谁害的？诸葛亮害的。你找诸葛亮去，我哪儿找他去？那你跟我说什么？你演的谁？诸葛亮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认错了。不要生气，你演的剧中人，跟你学的态度很好。你演的剧中人害了我演的剧中人。哦哦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哦，这是关的，没有关系的啊。啊，来吧。你把姑害哭了，跟我是没有关系的。别说出来，打架吧！扛啷子来的，扛啷子来的，扛啷子来的词儿。啊，老恨先生之国亮，啊，你比孤王去过江，啊，龙盘虎穴故去闯。啊啊什么家伙点儿？这不得跟你调走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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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牛会？别学了，宝宝。哎，学鸡。大爷在玩儿。哎呀，哪个鸡呀？唱您一句话呀！啊，告诉您一句话，还有一句话呢。啊，打住了是吧？不是打住了，什么？山人送主公。哦，山人送。等会儿啊，
龙潭虎穴不去闯，山人宋之公，分明是宋孤王去见燕王，山人宋之公，免，山人宋之公，免，山人宋之公，免。山人再送之公一点儿，一点儿也不要送了。送之公，要多少送哪儿去呀？送一遍就得了，送一遍就得了啊。然后呢？该您唱了，该我唱了啊！打家伙去吧！扛啷才来得扛啷才来得扛啷才来得扛。老韩先生之国亮，好，你比孤王去过江，好，龙潭虎穴孤王去闯。山人宋之公，刘备送刘备呀、啊，刘备呀、啊，刘备送刘备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送我？因为你唱我的词儿了。我也该唱谁的词儿？你唱你诸葛亮的词儿。诸葛亮什么词儿？问你不会、啊。什么？你不会啊？我会不会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是艺术家，我能不会吗？那就会。我考考你，我故意漏一个破腚给你的，对吧？还破腚啊？你一张嘴我就看见破腚，是吧？你不张嘴我就能看见破腚。考考我，对，我考考你。这第一句啊，哎，是那个，主公上马星不说。哦，二句呢？山人八卦袖内藏啊。三句。这是二句。三句呢？哎，蒋申且坐中军帐。这是四句。这是三句。四句呢？一句不会。谁告诉你一句不会？我现在就最后一句不会。对，前三句我能告诉你。还差最后一句吗？等候播种已得正，活不了打家伙吧。螳螂才来的螳螂，才来的螳螂，才来的螳。职工上马，心呀嘛心不爽啊，心呀嘛心不爽啊啊！有山人呐、啊，八卦在袖内藏啊。当啷啷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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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啊！江山哥坐着在这中军宝帐啊。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啊！等候涿州一代长啊。当啷当啷当。按下了诸葛亮啊，咱且不表啊。哎，后边又来。我一个仗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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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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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，叫一声诸葛亮，有话商量啊。谁说什么说呀？还说呢？诸葛亮唱坠子呀？唱什么？唱京剧二黄调。二黄什么调啊？什么调？主公上马心不爽啊，唱我唱啊，你唱啊，你唱啊，我唱。主公上马心不爽啊，打家伙，螳螂子来在岗，我打打呀你，打呀，螳螂子来在岗，你打什么打？唱。龙山马心不爽，战人八卦袖内藏，江山且坐中军帐，等候涿州一个大水帮。哪有这词儿啊？守灵来了，说话呀！啊，报名啊！哦，好嘞，咯咯咯。报名啊，不是打名啊。报你名字。报我名字。我叫诸葛亮，坐在椅子上，手拿破扇子，刚好一的仗。坐走啊，早就不想唱了，走了各位。上哪儿去啊？下去了，你别走啊！怎么了？不是让你走，那什么意思？叫板张飞该出场了。啊，张飞该出场了。张飞来了啊！张飞来了，我躲躲吧。别躲呀！张飞呀、啊，他是个莽撞的德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躲。他是哪人我不管，我害怕。你别害怕，我不害怕。你不害怕？不害怕。好嘞，稳坐中军帐，等候一见仗。哥，不害怕。我不害怕。我不害怕。我害怕。你害怕你也嚷来。我不害怕。我别嚷了。你不嚷了？你不嚷你干嘛呢？你不害怕也别说。哎呀，你打架吧。我打架。打架。稳坐中军帐，等候一见仗。对对对。
起大腿，个令腿大起大腿，腿有张，腿个令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，见了那知过了我的情郎。张飞上场打小锣啊！啊，这是张飞呀、啊，这张飞他妹妹。张飞他妹妹要这嗓子也不值得听着去啊！那这打家伙打的也不对呀、啊！你这打什么家伙呀？坏家伙，锦鸡峰啊！锦鸡峰是将将将将将将，对，要算吗？算。哪个将啊？哪个将？家伙点儿，家伙点儿啊！官做中军帐，等候将将将，等候一一的帐，坐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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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热的水呀、啊！张飞洗澡来了。可以了，唱完了，各位拜拜了，各位走了。你怎么老想死啊？别将将了，没完啊！怎么着？我到底站哪儿，宝贝儿？别站这儿啊！我站在龙王这边，领我干什么？啊？干脆啊，将将将啊！别老将啊，不老将。干脆我都告诉你，你都告诉我，四鸡头亮相啊！大雷苍苍，切竹子苍，谁苍？啊，这不将，这不将，这不将将将将将将，蹦蹦苍。这儿有个哇呀呀，哪有个哇呀呀？就这儿，就这儿有哇呀呀。对了，然后呢？拿个纸转九次，我唱嘛。你就开唱了啊！哎，准备。稳坐中军帐，等候一的帐，大雷苍苍，茄墩儿苍，贼苍，怎么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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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蹦蹬苍？哇呀！我哇呀！我哇呀！你哇呀！你他妈告诉我，哇呀是我哇哇哇。画不出来，你长什么？好打架啊！扛啷子来的，扛啷子来的，扛啷子来的，扛！心中苦恼知过了，扛！做事不与谋商量，扛！怒气不息保温长疮，扛啷子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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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扛扛！知过了啊！咬！废话，都植我嘴里了，还不咬你？快快还楼的大雄王，哈！不到了，空旷我恨呐，大哈！没事，不咬人啊！不到了，空旷我恨呐，大哈！快到啊！疯狂，我恨呐！啊哈！这娘们要疯了！你哪这么些说的呀？说词儿啊！哦，山人宋之公，我张飞，宋张飞，还接李逵呢？接李逵，说谁有谁呀、啊？爱谁谁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说你戏词儿，三将军怒气不息，进得宝帐，你背着谁来？我倒的这得有这么一句。那你说呀？不知道，你妈搁哪儿？哎，就搁这儿，就在这儿了。哎，好嘞，你再挠一回吧。我挠八回了。哎，我挠啊！痛狂，我恨呐！大胖，哎呀，三将军的宝帐怒气不息，你压上干这个韭菜，你问着捉谁了？我凉了。哎，我大官儿先做的啊。我就围着你来，为我活来呀。我来问你啊，我家大哥哪乡去了？你问你家大哥么？正是丈母娘死出殡去了。去。